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十月二二哦，旧历的九月二九，礼拜三。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三十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当中农民黄金标林在一家廖德发三个人证的在台根九号参加全国好米比赛，拍败190支的队伍，拿下冠军，真厉害哦。在中国小四年的十月女童黄冠化工读册真厉害，伊外住在弟弟汉娜，就真友好伫咧照顾患病妈妈，主席是特别颁奖肯定伊的孝心。台北德州病院公家罗岗基督教病院来合作开办这糖尿病健康促进中心，守护大台北地区民众的身体健康。好，来讲讲这新闻，一开始哦，来关心这五合一的选择。民进党提名这彰化县长参选人为民国十加这彰化市长邱建富。22号哦，是来举行企业联合奥运会成立大会。民进党的这前主席苏贞昌，佮特别到场来徛台收听，为民国哦，除了发表这产业升级政策白皮书，首创全国第一的智慧科技产业园区以外，佮嘛来承诺哦，未来若是当选这县长了后，彰化市的铁路高架化一定会来伫咧县长的任期内动工。首届好企业联合协管会总会长罗朴素，将近200位企业界代表将全力支持为民国赢到彰化县长，邱建富连任彰化市长。看到企业界人士的消息，民进党前主席苏贞昌指出，企业上惊去予政府糟蹋，若无好的地方首长，企业要生存、要成长，都要真拼。企业有阵时啊，做大予政府糟蹋，因此做惊讲政府毋知是啥物人出来主持话头，啊，若变调度哦，他连点到头来甲咱糟蹋哦，足凄惨的。所以企业主席啊，做歹做。啊，今仔日在座各位，伫咱选前。也不得客家客家时，就请来第七栋，啊来支持为民国出小政府，哎呀，真无简单。县长参选人为民国嘛，利用企业校园会成立的机会来公布产业政策，强调发展三横三纵、三二型的交通路网。为彰化市，赚到这东外款，为赚到外面，我赚到几岁，接到国道三号，后盖未来彰化县的快速道路网，就是自己产。田字型的快速道路交通路啦，三个横的三个纵。苏贞昌强调，彰化选情紧张，一般企业主拢无愿意来挖土，惊得死人。但是企业是维持民主政府的基本，呼吁企业无应该去点点，应该来团结。大专新闻社梁彰化采访报道。好，过来哦！这三位在德登乡的农民工种出来台根九号品质真好，煮成白米哦，真 Q 真香真好食。参加这全国迷你三地冠军比赛，是来打败14个县市90支的队伍，破获这100万的奖励金。德登农民种出来米已经连续6年摕到全国十大经典好米。今年农委会改变比赛方式，德登农民黄金标林在业甲廖德发三个人参加单家高合作，对全国90支参赛队伍内底摕到冠军。咱的农委会扩大办理，来举办三地冠军米的选拔。啊，咱彰化县咱的德登乡农会啊。辅导咱三位农民啊，咱的啊黄金标先生、廖德发先生、甲林在业先生吼，参加比赛，伫90支啊，伫咧比赛当中啊，摕到第几名？摕到台钢九号冠军对无？
庆祝冠军米的农民讲，不管是叶肥、喷药啊，以及田园管理等等，一定要真用心，更加爱听专家学者的建议加辅导。当然，甲农友之间的交流嘛真重要。咱若要种好米，就一定要认真，要真用心哦。啊，过来，咱就是肥料，要适时、适量哦，来款施肥安尼。啊，我算啦，较袂晓，请到我厝边，伊参人要做做伙嘛，啊，厝搁大做伙，啊，若该也肥施肥，该施的，我拢甲请教安尼。拢甲拢就那指导的啦。嗯嗯。啊，你种较高就对啦。我种啊。你敢有甲伊靠？你都无相。有啊，我拢。为着鼓励农民用心，摕到第一届全国名米冠军赛第一名的三名农友，县政府是特别颁发100万奖金，要予伊添购生产设备，来生产搁较优质的中华米。大众新闻中心梁中华彩虹报道。算落来哦，这位十岁搁伫咧读国小四年的女童，头壳真巧，共通过自由生的智能鉴定，会当提前去读国中哦，搁真有音乐的才华，常常去病院做志工哦，演奏这陶笛。当去出来时阵，搁真友好，照顾这长期破病妈妈，真独立，搁不代志，嘛予伊哦来得到这组织新艺奖学金的肯定。在读国小四年的女童黄冠华，文武艺三全，得到组织新艺奖学金的学习领域奖。伊的妈妈有一个乖巧查囡的陪伴，感觉真幸福，搁知足。也是不眠不休的，就在旁边照顾我。那我一醒来想要什么，他就会去帮我拿。一个幼稚园的小孩子就这样子，所以说让我都有时候很心疼。甲妈妈亲一个是黄冠华爱的表现，但因为妈妈腰椎骨甲颔骨有受伤，袂当提重徛久，无法度外出做头路。黄冠华自细汉就伫咧外公外嬷照顾之下大汉，小小年纪就替妈妈做家事。妈妈破病住院，买到病院来陪妈妈。妈妈，我爱你。他也很觉得他实在很贴心，然后。开完刀以后，陆陆续续还是有时候都不太方便，所以说冠华会，只要我叫冠华两个字，他就会主动的赶快跑到我身边来说，妈妈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说啊，麻烦你帮我扣个扣子，因为我的手没有办法伸到后面去，有时候一发炎就是在这样子。那是说他会，我有时候脚会马上抽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赶快过来当我的拐杖。组织基金会为着要来表扬一挂品德好以及优秀的囡仔，是伫咧彰化静思堂举办新艺奖学金颁奖典礼，总共有467位学生受奖，嘛希望每一位受奖的囡仔，都亲像奋力出头的新艺同款，唔惊困难，努力向前，以乐观勇敢的心，迎向未来人生的挑战。大中华新闻林君秀水采访报道。讲过了，来看这鹿港镇庙口小食宴哦，讲28号开始报名，限量200桌，一桌3000块，要让民众哦一届就会当食到21出哦，这鹿港小食，马上回来。彰化新政府桃路宝贝啊，来啊！马上就业，幸福加倍。